接你意想不到的反转。一位老奶奶来电说，她家的狗竟然养了52年。专家听闻赶到现场，哦，发现是个乌龟。一对情侣分手后，女孩告诉男孩，既然我做不了你的新娘，哦，那我就做你的新娘。男孩父亲表示，呀，还有这种好事。经过一整晚的审讯，经验丰富的李探长终于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知，哦，他有2颗蛀牙。李先生最近吃什么拉什么，吃青菜拉青菜，吃香蕉拉香蕉。好在他找到了规律，啊，成功的拉出了屎。宝贝，你怎么把我兄弟删了呀？是你让我删的呀。我让你删你前男友，你把漂亮。蓝胖子陪了大熊80年，在大熊临终前，他对蓝胖子说，我走后你就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吧。蓝胖子同意了。大熊走了之后呢，蓝胖子拿出时光机回到了80年前。对小时候的大熊说，你好，我叫哆啦 A 梦。这些冷知识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切辣椒的时候被辣到手，可以揉揉眼睛，那你就顾不上手指了。如果你晚上一个人睡觉，脚特别凉，可以把脚伸进嘴里，特别暖和。洗完澡后擦干身体太麻烦，下次洗澡可以打伞，特别方便。如果你感觉不到父爱，可以去投基金，那你就能看到体验了。熬夜伤害身体，锻炼能强壮身体。所以只要你坚持熬夜锻炼，就能得到一个健硕的尸体。花了100去算命，大师算好了告诉我，我只有一条命。大家一个社交技巧，每句话后面加个你字，长期坚持，你就会变得阴阳怪气，没有朋友，不用社交。什么是好闺蜜？以下中5条证明你们就是真感情：一起上厕所，一起逛街，一起穿闺蜜装，一起骂绿茶，互怼不生气，彼此分享对方的小秘密，互相约定做对方的伴娘，会吃你的醋，会主动远离你的男朋友，看到这条视频会第一个想要爱他。这话没毛病吧？赶作业的速度追不上开学的速度，右手作业，左手答案，不复学校，不复笔，等你创造奇迹。哎，我还有一半呢，我在这，合体中，合体成功啊！我好丑，不要黑化，黑化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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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化成功。哎，我脸呢？长脸成功，我更丑了。不，对了，我没说我要长脸啊。你有一瞬到底的秀发吗？我有，因为飘柔精华护理系列，让秀发润养不油腻，更容易冲洗，柔顺不打结，一瞬到底就相信。我今天发烧了，结果脑子烧晕了，就是那个在游乐场玩的是旋转什么，旋转什么来着？中国第一是因为金牌多，美国第三是因为铜牌多，而日本第二是因为裁判多。有人说讨厌我，我顿时就笑了，搞得好像我有多喜欢你一样。我活着又不是为了取悦你，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狗东西。救命，最近不知道更新点啥，可是怕不更新又会掉粉，嘤嘤嘤，怎么办呢？于是我想到了这个办法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水视频。像是一首舞